是来自彰化的土包子。这对来自彰化的韩粉瑜伽夫妻档，为了6月8号花莲造势，挂上韩国瑜旗帜，端午节提前开车南下。嘉义土包子，台南土包子，高雄土包子。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像是贪食蛇一般，每到一个地点就多了韩粉伙伴，三台车9人一起南下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。你们这一次要去哪里？花莲。去那边干什么？挺韩国瑜。这对夫妻从彰化出发，往南到花莲500公里的距离，车程就要7个小时。为了挺韩国瑜，在所不惜，彰化韩粉出发了，台中韩家军也不落人后。施先生一家八口浩浩荡荡带着行李，准备搭火车北上。适逢端午连假，火车一位难求，只好买6月8号前一天的车票。下午3点半从台中搭自强号到板桥转车，等待1个小时后再搭自强号抵达花莲。那时候已经是将近晚上10点，车程耗时6个小时。为了挺韩国瑜，这段路算不了什么。会不会觉得很累很辛苦？不会啊，就是一定要上去花莲力挺韩国瑜。不会，就会很开心。花莲造势即将登场，中部韩粉纷纷提前动起来，即使距离再远，翻山越岭也无法阻止他们到场力挺韩国瑜的决心。记者陈胜伟、连元斌、张志凯综合报道。